人气女团 IVE 成员安于贞作为 Fendi 品牌形象大使，日前受邀观赏最新一季女装秀。事后她和 Fendi 女装创意总监 Kim Jones 合照时，男方的手大喇喇放在安于贞屁股上，虽然她看似没有感到不舒服，相关影片曝光仍让韩国网友气炸。